土瓦人的毛皮滑雪板划开雪面的感觉如同热刀切过黄油，板头会把最表层的一些雪撞飞，就像船头破浪掀起的浪花一样。手持单杆滑雪，速度非常快，快的几乎能飞起来。滑滑雪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脚下的雪像丝绸一样柔软顺滑，整个人随着雪地的起伏而上下漂浮，整个人就像进入了一个纯净而且自由的世界。这才是瓦人最自在的快乐时光。